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叫我是黑人，咱即马人个倒转来讲较长个啦，讲你若有迄个绿卡吼，你若手年第一本绿卡，你咧数典忘祖个，啊，若到遐数典忘祖规个2370,557万的人口拢总数典忘祖的时阵，你什么人要讲什么人？所以讲这个就是讲无存在的啦，因为咱400几年，莫讲几百年来，咱的祖先都一个不是数典忘祖，然后你是迄落荷兰、西班牙、大清帝国，啊来日本大和民族过来，中国国民党安尼过来安尼，是不是大家的人拢有在做数典忘祖？这个数典忘祖的讲法吼，基本上是一个洗脑教育啦，因为吼全世界的人啊。全世界的人吼、哦，无永远讲会做一个同款一个国家的国籍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若要讲数典忘祖吼，包括美国人、加拿大人、澳洲人、纽西兰人，遐人嘛拢数典忘祖嘛，因为原来拢英国人嘛，吼、但是人伊独立了，敢无较差，无较差嘛吼。过、来包括一个落叶归根啦，这中国人的洗脑教育啦，吼、哦。我定来讲讲，那这个落叶归根来当成立啦。所有的美国人、加拿大人、澳洲人、纽西兰人，包括一部分的新加坡人，死了拢爱当个因一个英国代嘛。对，啊，搁中国人足侪人移民去美国的，啊，死刑在搬转去，骨头骨在搬转去迄个中国。对，所以说中国人的洗脑教育吼，实在讲影响台湾人的思想够深啦吼。对，包括一句北京语啦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咱即摆讲连战就好啊，连战伊嘛是改名，因为伊个连中文写连，大家拢看有嘛。但是英文 LIEN 就无一定看有啊啦，就无一定看有啊嘛。因为你要入迄个国家个籍，你就是爱遵照迄个国家个宪法个体制嘛。你个拼音就是爱用英文嘛。对。啊，英文个连甲中文个连写法是拢无共款呢。对啊。比如讲姓叶，你叶就是树叶的叶嘛，吼。但是你若规划做美国人的时阵，你就爱写 Y E H 啊呢。你 Y H 爱写后边去啊。对。啊，你刘定美的楼，中文楼是真侪位啦吼。但是英文那个 L I E 我那样嘛，吼。所以讲，这中国人的这个洗脑教育吼，也是讲无所不在啦。对。啊，这台湾人。受到70几年中国人的教育，拢有一句为关坚持的讲：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我长大之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啊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嘛，吼。包括美国迄个国家，全世界吼现初时有联合国会员的，正式联合国会员有192个国家啦，吼。包括非联合国会员的有209个国家啦。美国迄个社会、加拿大迄个社会、澳洲、纽西兰、英国，即、这个地球上你讲会出来的国家，你只要讲会出来的民族啊，民族是不一定国家哦。你讲会出来的民族，即个国家拢有。即个国家拢有啦吼。包括比如讲以色列啦，是黎巴嫩啦，是讲迄款中东的国家，非洲的国家啦。你讲会出来的人，的民族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纽西兰、英国。遐国家拢有，所以即摆已经是一个地球村啦，吼、地球村就无迄个数典忘祖啊啦，嘛无迄个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你入迄个国家的籍，你就爱遵照迄个国家的拼音的写法嘛，吼、所以即拢是中国人和台湾人70几年的洗脑教育，所以才有一寡一部分的台湾人，还佫咧坚持中国人迄个价值嘛。即摆还佫一个哦。就是讲到数典忘祖，什么人想改数典忘祖？你敢知影？即个滞留在台湾的中国人，安那呢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迄边，因的国家推翻满清了后，这个臭头仔去互赶出来，迄一天，因的国家成立嘛，吼。伊成立了，伊就是国迄个国家的人呢。结果你走来只台湾，只你摕中华民国的迄落身份证。你就是数典忘祖啊嘛，啊，搁有啊，你落叶归根，你那遮侪人死伫个台湾，你那唔等于也死。对了，
对无？有，这个嘿，2011年吼，我伫加拿大演讲，啊，演讲煞时阵，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中文的电视台，邀请我去上伊个节目啦，吼，邀请我上伊节目时阵，迄阵也拄啊好一件，迄款台湾的政治事件嘛吼。所以又开放一个后壁开放一个半点钟久的口音啦。哦，所有的人拢甲我骂，讲我即台湾人数典忘祖啦，忘音背义啦，背做有诶袂吼。所以我拢袂讲话，因为在座内面有三个嘛，其他两个拢是中国人嘛吼。啊，口音之外拢是大部分拢是中国人啊。啊，主持人讲，你敢要回应？我讲，我暂时袂回应。好，我等后半段我再来回应。啊，这么好，一人伫你妈妈，我讲这个被台湾人吼背祖啦，什么数典忘祖啦，背骨有诶无，反正会当形容诶话拢讲出来啊。到最后，我甲回应一句话啦，我讲数典忘祖诶是恁，毋是我呢，我即卖还阁是台湾人呢。对啊。我即卖阁是台湾人，啊，恁这人若讲得好，恁做中国人较尊严，做中国人较骄傲，啊，你来外省当中国。对啊。你若走来加拿大。系啊。对不？结果我迄句话讲出来了吼，都无可以啦。人家懒得滴。因为不是，因为伊无法度甲我回，无法度回应嘛。伊讲袂出来。你中国人若遐好，做中国人较骄傲，啊！你当个中国佬，你若着搁冒着性命危险，搁到了加拿大，哎，想办法，想尽办法。所以吼，真金唔惊毁脸啦。对啦。吼，咱讲个拢是事实的嘛，咱讲个拢是实在话嘛吼。所以讲，这拢是中国人对迄个人类的洗脑教育啦，因为伊要一直要甲你强化你的思想嘛，这思想改造就是安尼来的嘛，就是讲你未使唔通未记得你是中国人，啊，中国是偌伟大，做中国人是偌骄傲，做中国人较骄傲是讲习近平的学查某囝，高查某囝哦，哎，对啊，那去做美国去，哎，对啊，对不？习近平的小弟那规家靠移民去澳洲。即拢无算落难嘛？对啊，啊！你看中国即卖高官，倒一个伊个囝儿、伊个小姨代、伊个私生子，都毋是拢伫咧外国。是啊，哎，有几个伫咧台，有几个伫咧因中国。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话形容嘛。即中国人吼，日时啊，拢咧骂美帝啦，暗时啊咧做美梦啊。什么美梦呢？暗时啊，睏的时阵，就是祈台上帝，祈祷上帝。早一日吼，因是加考啊，摕到美国护照嘛。啊，我这申请的，那遐久拢无落来啊。啊，你做中国人，既然你口口声声做中国人是偌骄傲，做中国人是偌认真，迄款有尊严，啊，你哪会做中国人？我讲，因做中国人，倒一站上个骄傲，你敢知影？伊摕到迄个绿卡了后，拄拄搬去这个美国伫遐咧住。啊！即卖看到后壁比伊较慢来的，遐也是讲要来遮真正的哦。吼，就伫遐咧鱼肉乡民，伫遐咧野武扬威。吼，迄阵啊，伊这个上界伟大的中国人，拢迄款的人。主持人，你唔知有看到一个新闻无？嗯。就是讲，包括澳洲、纽西兰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这等等这欧美先进国家吼，已经开始伫注意中国人的心态啦。有一个迄款中国人的好野人移民去澳洲，移民去澳洲就是有澳洲金嘛吼，结果最近去澳洲佮取消伊入境，禁止入境，对，啊，伊就当然去申诉嘛吼，去移民局申诉讲，我是摕澳洲护照，是安那不准我入境，澳洲的移民局提出真侪证据讲，伊移民澳洲了后，虽然有取得了澳洲的国籍。但是伊对这澳洲吼的政府无忠诚嘛，啊无忠诚的政府当然真抽象嘛吼，已经互伊已经可能叫脏着什么，对对啦，因为移民澳洲了后，伊真侪发表的言论啦，有诶无，拢抑阁是以大中国的思想，以中国人的一贯骄傲啦，对，所以这政府拢去互澳洲的移民局收集甲真侪全，伊讲来，你敢有想一个澳洲人？你自入迄个澳洲的籍了，你毋捌替澳洲的政府讲一句话呢？你公开的言论内底拢是讲中国偌好，你偌好，啊，中国人遐好，你毋免回来，吼，你就留在中国就好啊。有澳洲籍无？
也去予取消呢。所以唔能哦。啊，财产嘛，也去予冻结掉。财产是应该袂啦吼，但是伊文明的国家就是保障迄个人权自由嘛吼。啊，财产含义啊，直接出去掉。财产伊无多含义嘛，财产就是讲，你若有财条，透过你的某仔，还是讲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的委托。啊！你来处理澳洲的财产的贩卖，迄是你的权利啦。啊！你钱要回转嘛，拢会使啦。但是就是讲，你有经过宣誓哦。要做澳洲人哦，要做纽西兰人，要做美国人，要做加拿大人、英国人，拢爱经过一个公开仪式。啊，有一本圣经。叫做宣誓吼。啊，因这个西方国家的宣誓仪式啦，就是讲你一定爱照法律指定的日子、时间去法律报道，甲迄个大事咯。啊，你啊面对大法官，面对大法官哦，倒手还你圣经，正手举光棍。我黄玉琪，啊，自我介绍哦，对今仔日两千，比如讲2019年几月几日，我宣誓要效忠美国这个国家。对，迄天你经过宣誓仪式呢，你敢会使隔两天变心？刚才讲是讲，你都甲大某已经结婚啦，啊，你都有经过结婚的仪式，你敢唔使见人讲变心去爱别人，未使嘛？你就人当作无忠诚啦。对。所以美国的护照吼，的第二啊，拢有印字啊。就讲你若经过宣誓，公开宣誓做美国人的迄天的开始以后，你有一寡禁忌，你拢爱注意啦，吼。包括你替别个国家的政府服兵役啊，拢是用当作是无对美国无尊重哦。也是讲包括你税金伫海外有收入，你无照实报出来，这拢是不利美国的经济发展。嗯，这违反的这项目内底，你只要其中一项，伊就会当甲你取消哦。唔是讲做美国人啊，摕到美国护照就永远安全，无一款代志哈。因为你是外来移入者。外来移入者，所以讲美国出进步国家，迄国家真进步啥？你要经过一个公开的宣誓，比如讲你摕美国绿卡，头一阶段嘛吼，你绿卡摕到了，你五年内你爱住满五年，五年内底一年上少爱伫美国住183天，一半啦，以上。你若有摕到绿卡了后，你爱每一年伫美国住上少183天，就是半年啦，迄半年内底呢，至少你住伫美国半年内底，你至少你会啦，会省啥，会省会迄款，会付出迄款经济税嘛。比如讲，你爱买物件，你爱食啥，当然消费税嘛吼。你对这国家才有某一个程度的贡献，你才有五年后，你才有资格，你爱住满才天数，你才有五年后才有资格申请归还呢。对啊，所以讲人讲做空中飞人啊，是啊，后面啊飞过来飞过去，讲我若这个时阵我若无去，我迄款的都提袂到。啊，但是这全世界就是中国人上自私啦，这中国人有私心嘛吼，就是讲看有迄款免钱的迄款午餐无嘛吼，摕到绿卡了后，伊就不爱去啊嘛，因为伊讲我有种种的理由，我有某仔，我有事业，有诶无诶一大堆，我有一大人爱照顾。美国人无你解信这，你著照我规定来。你若摕到绿卡迄天开始，五年内你若无每一年一只住183天，我著解取消绿卡。这真公道嘛？对啊。你要做美国人，要做美国公民，要宣誓，你著爱有符合这条件才会使嘛吼。对。过来，你要摕绿卡进前，爱经过一个安全的调查，你无前科，无犯罪记录，吼，你的身体是健康的。你才有迄资格，你还搁填表填足济啊！对，你的迄落三代的迄落金底拢爱有所交代嘛。所以讲，人世界的真济国家的文明的国家，拢有这制度。啊，台湾是安那无爱定，我都想无啦。嘿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即马讲，人若有法度寄啊摕，就是表示讲费尽足济迄落心力，才有法度摕到一本这个绿卡。啊，你今仔你若是讲爱美国绿卡哦，咱啊好。护照啦吼，绿卡是干呐永久居留权，对啦，无选举权甲被选举权。迄落要爱得到迄落美国的护照，你若讲参加台湾人，吼啊透过这个公民投票，其实公民投票即马就足简单啊嘛。你若选举的时阵对着，也是讲选迄个什么
里长啊，村里长的时阵，对算就好嘛。你家问嘛，你要绿卡吗？你家要不要每个人一本绿卡呢？无啦，这咱讲唔对吼，这咱讲爱佫进一步算说明吼。体力卡是无选举权，甲被选举权。哦哦，讲唔对诶。是爱护照，爱正做美国公民了后，你才有选举权甲被选举权。吼，投票才有你的份啦。嗯嗯嗯。你卡无你的份啦。吼，你卡是干一个永久居留的证明。嗯，好，你会当自由出入的。啊，你这永久的居留证明都爱过符合伊这个宪法所规定的，摕到你卡的五年来。每一年爱去履行啦，迄个公民的义务，拢每一年爱伫美国的境内，待183天。嗯，迄183天你待伫美国内底，你才会产生一寡消费税。你总要食物件、买物件嘛，爱消费嘛。嗯，你这个消费税对美国的经济才有帮助，才有注意啦，有经济效益啦。嗯，这样呢吼，所以你家提的卡是无投票权，嗯，嘛无被选举权，你爱先。公开仪式宣誓，做美国人迄天开始以后，你才有选举权，你才有被选举权啦。就是讲，你摕到美国护照迄天开始，你也就使伫美国国内参政。对啦，就是护照甲绿卡是无共款的。无共。迄啰，护照是公民权，嗯，绿卡是居民权，居民啦。居住证赶快移出来安尼啦，嘿，所以这点一定爱讲个清楚吼，是，较袂产生一寡误会啊、误解啊吼，因为人这文明的国家吼，是一个法治的社会，对，什么叫法治？法治就是讲所有的管理规定拢记载个清清楚楚，一点啊都无灰色地带啦，对，你嘛袂当透过官宣。也袂当透过特权，袂当透过即款特别的迄款的优待来摕到你要摕物件，还袂使。好，迄天就是法治的国家。啊，毋是像台湾有关系就没关系啊，啊没关系就有关系啊。台湾你讲，迄法治的社会就是公平啦，就是讲无迄个巧的物件啦。系啦。那有巧的物件。英文字讲无巧字。那无。巧王就袂安怎写，袂晓写。那无迄个巧。诶，国家吼，那无会超国家，伊叫做法治国家。啊，那有超，就毋是法治啦。吼，伊伫台湾人足可怜嘛。台湾人要买一个车票，啊叫人去捐出嘛。对啊，爱住院，爱请病房嘛是。爱请病房嘛是，人破病。啊，搁找医生嘛是。人破病要住院，无病房，嘛叫人去超。嗯。这拢无符合法治的精神啦。法治就是人人公平。吼、哦，人人拢同款待遇，迄叫做法治嘛。啊，台湾讲法治无嘛，无法治嘛。因为足侪人拢爱靠过桥嘛。要找一个新头路，要换一个新单位，要做一个清洁员，要升官，吼、要升级，拢爱去靠人去桥嘛。对，真那是法治啦，迄毋是法治啦，吼、所以哦，一个法治、人权、自由、民主，若无够认识的时阵吼，你会误解讲台湾已经是自由化、自由民主、法治人权的国家，其实无影安尼啦吼。你像环保局咧招考，迄款迄个环保局招考迄款的迄个清洁员，好清洁员，好啊排沙包，迄拢排假啦。对啊，啊，佮有朴素设施来排沙包。啊，既然你要去抹粪扫。啊！你也是大人，搁良心计较，你读到博士、硕士是要创啥？是嘛？啊，所以迄种做一个样啊，尔啦，做一个表面的工课。所以迄毋是法治啦。法治就是讲，所有条件拢规定甲清清楚楚。你要申请工作的人，你着表照我规定表拢填落去排。你若有符合这个条件，吼，符合这个条件，啊，我着互你有工课通好做。所以毋免靠关系。靠人事关系，靠巧来摕到你的职位，这拢毋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法治的社会啦吼。所以台湾号称自由、民主、人权、法治是无影，伊是选择性的吼。伊、是一个差不多3%的迄款自由民主安尼嘛吼。因为自由民主的社会，足简单嘞嘛，你著爱注重人权嘛，你有表达无同款意见的权利嘛。台湾毋是嘛？
台湾，你甲看，你甲看台湾这社会，五千旗会散满街啊路呢？对啊。啊，伊中华民国国旗名去插北京呢？对。啊，这哪有法律？这当然无法律，嘛无人权嘛。因为国家的就是爱有这个法治的精神，爱有这个民主的素养，吼、哦。我台湾引进你五千旗来街啊路，台湾的街啊路也飞。是相对的嘛。你北京你嘛是爱开放我中华民国的国旗去。去遐查嘛，安尼毋才有公平嘛，啊无都无公平啊嘛，安尼大细汉啊，敢毋是、嗯？所以莫怪台湾有一个白贼的副总统，白贼伊啊，公开伫迄个媒体面头前讲哦，伊讲一中各表，迄、是讲咱家己听的啦，去北京袂使讲。一个台湾的副总统敢安尼公开讲，迄嘛爱个恶路啦吼，迄嘛算真诚实诚实啦吼、嗯。所以伊咧讲的意思是讲。即句话是干呐，咱甲你讲安慰的尔嘛。是啊、哦，是啊。啊，其实呢，我定来你讲，定来做这节目上，你讲爱看原文，原文就是美国嘛。美国讲的话叫政治上，美国讲的是一种政策。啊，政策会使因为时空背景的改变，会使因为环境的改变，会当做调整啦，迄叫政策。但是即句美国即句 One China Policy 一中的政策。去到北京就甲改做一中原则嘛。嗯。原则是未使变的，因为原则来使变，啊，伊款人就变做无一个标准了嘛。嗯。哦，啊，中国台湾为着不要中国脱离迄一中原则，台湾家己发明一句一中国表，啊，结果中国国民党的副作为中国国民党的，迄个苏克发明的嘛。迄、那个，嘿，无啊，结果叫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副总统吴敦义公开伫媒体讲，无啦，一中各表是咱讲咱家己听的。诶、欸，这点我真个肯定呢。真肯定。有迄个勇气讲出来。有迄个勇气讲出来啊。你都无迄个勇气讲。讲你袂使去北京去面头前讲嘛。所以讲，咱伫个咱台湾这个光怪陆离的这个种安尼啊，你讲要脱胎换骨。啊！你即马你，我想咱做到即种的安尼，人美国敢要收咱？无啦，爱经过改造嘛，吼、哦！因为美国一定会改收啦，是爱你爱经过美国迄套的洗礼，会到教育嘛，吼、嗯哦！因为人拢是爱经过教育才会改变嘛，吼、啊哦！所以中美国无迄啰要接受唔接受，因为你若有，你爱表达意愿嘛。唔是讲，甲美国无可能主动甲你讲，啊，你来做我的迄落吼，做我的迄落属地啊，是讲你阿弟啊，是嘿。美国一定是啦，人有情，面要有义嘛。嗯嗯。吼、嗯，就像你台湾人爱去表达你的意愿嘛，吼、嗯哦。啊，表达你的意愿，啊，美国伊会开这听证会，伊、嗯、会透过种种的程序，讲来研究看，这是不是会当接受嘛？吼、哦，就透过公投啊。公投是上界文明的一个迄款迄个程序法律程序啦。对。你像原来属于印尼的迄款当地文，吼、哦。嗯。伊嘛透过公投了后，才做一个新的国家嘛吼、哦。是啊。所以公投权是的位置是比宪法更加悬，因为当地文就是一个足好的例，伊是公投独立了后，才去制定宪法。嗯。不是有宪法了，等于在公道，不是安尼。迄拢是乱七八糟，迄拢实在是无良心的一个做法啦吼、嗯。啊，所以台湾即摆好不容易有一个公道权嘛，吼、嗯哦。啊，这公道权就是一个法律的依据，法源的基础。啊，咱来当透过2357万人的公道，讲要来表达，表明要做美国的一个领地，还是美国的一州。美国的众议院就会去选择时间，适当的时间、开听证会。听证会是啥？就是讲包括台湾人的意志的表达嘛。嗯。就是讲，恁真正有迄意愿，有这个准备，有迄个决心要做美国的一州。嗯。安尼，美国的众议院就会当去开听证会，会当去选择这个台湾人的心声。哦。啊，然后。听证会开了时阵，才做一个决议嘛。啊，决议了后，再搁送去参议院，吼、哦。啊，参议院然后通过，啊，就正案了嘛。吼、哦嗯，你像讲台湾旅游法，吼、哦，最近通过台湾旅游法，大家拢知影嘛。众议院先开听证会，有众议员提案，开听证会，啊，听证会通过了后，送去参议院，参议院搁通过了后，
就正出法律啦。吼、嗯嗯哦，即包括台湾关系法的制定的过程，拢是啊，拢是安尼生啦吼、嗯嗯。包括台湾旅行法、国防授权法案，包括最近通过的台湾保证法，拢、嗯、是袂当去审判这些庭事啦。对、嗯。哦，就是讲，终于先有人提案嘛。哦，嗯、是讲个台湾旅行法，就是迄个俄亥俄迄个 Steve Sharper。提案的嘛，嗯、啊提案，你去众议院讨论，讲哎，要为什么伊要提这個台湾旅行法？就是伊感觉讲台湾是一个纯粹的台湾的一个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啊咱爱开放台湾的这高阶层的这官员来美国访问，啊买当让美国写这个的官员去台湾访问，啊爱有一个法律的依据，所以俄亥俄迄个众议员 Steve Sharper。伊就提案讲，咱来建立来立一个法叫台湾旅行法、嗯。啊，结果中国大细声嘛吼、嗯，啊，大细声，美国足简单的回应讲，这是根据台湾管理法。嗯、啊你落去读个管理国台湾管理法这些规定嘛吼，啊，所以中国就点去啊嘛。要你管。嗯美国人出来是真有咯，就是讲伊拢有一个法源基础嘛。了、嗯、后美国佫制定一个。给迄个国防授权案，授权法吼，啊，中国嘛是跳脚啊。系啊，咱创啥伊都在底下。但是北京的发言人就甲回应讲来，迄、嗯、是根据国际法，国际法内底有一个人道啦。嗯。人道是讲、嗯，啊，伊的船啊都无油啊，咱来甲靠岸加一个油，咱袂使，吼、嗯哦。这是美国人做的一个诱路啦。嗯。啊，因为有法律的依据，法律的根据来源嘛，吼、哦。嗯。啊，所以。美国人做美国人是讲是足足有尊严的啦，吼、嗯嗯！啊你虽然你讲台湾也是有透过有顺利透过公道加入美国，吼、哦！你不是美国人，你同款台湾人嘛，嗯！你是警察讲你的国家的名称叫美国嘛，嗯！但是你倒位啊人嘛是台湾人嘛是嘉义人嘛是云林人嘛、啊、是高雄人嘛吼，迄、哦、未改变啦，吼、哦！不过是讲为什么咱要推动公道加入美国一招？就是尊严嘛、嗯，就是为代表安全嘛，吼。對啊、你若无安全，拢唔免讲啦，真个拢唔免讲讲。啊，所以讲是唔是这条路会通，我唔知影，因为大家无讨论吼，啊，无有关交通，无交流，咱嘛唔知影讲是唔是多数的台湾人愿意嘛，吼。嗯。但是至少，你中国的权贵，台湾历年来的权贵好野人，多少人无美国好笑？对啊。这无公平嘛。哦，就是讲安全也是干呐保护一部分人，即、嗯、无公平嘛，即嘛无人权嘛无。啊，有钱的人才有美国护照，安尼嘛唔对。对唔对啊？啊，无钱的要安怎？对。嘿。哦，所以文明的精神就是啥？关心弱势者。嗯。弱势者。嗯。弱势者嘛有人权，嘛有自由、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的保障嘛。嗯。系弱势者吼，所以咱是算弱势者。对，嗯，弱势者就是讲好野人有诶，权贵有诶，权利，嗯，我嘛爱有啊，对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咱，我是感觉讲咱吼爱冷静思考啦，嗯，替台湾找出第三条算人，对啦，今仔日会爱安尼讲到遮尔啊复杂吼，这个始作俑者就是中国，你中国慢慢安尼，逐天安尼要抬要挂，要黑死台湾，留狗不留人，什么碗糕安尼硬要甲咱吸死安尼，咱嘛唔免有食的啊，大家和平共处啊，都唔免安尼啊。最原始的凶手就是中国国民党啦。对啊，伊若卖来台湾，啊伊走路到你国提美国护照啊。对啊，而且香港大香船，心头永远嘛乱纷纷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个国家吼、喔，无迄根中心的价值嘛，中心思想拢无嘛吼、嗯。啊，所以咱是不是讲透过这个节目啊，提出这个咱的想法，嗯，吼、喔，啊，事实上这想法已经会当经得考验啦，对，经得去考验啦。这你嘛已经推测十几档啊嘛，对。20几档。哦，二十几档啊。1995年开始个节嘛。是啊，啊，二十几档来，有国际上有足侪人甲你反对无？无。我是讲无、哦，啊！美国的美国反对，我唔捌看过。哦，啊！美国的美国反对，我至少唔捌看过。哦、啊，若有人有看过美国政府曾经发表公开的言论哦，嗯，请你提供给我做参考嘛。嗯，好、哦，但是我至少我知影讲，统一
独立，拢是违反美国亚洲的利益嘛。嗯。吼、哦，所以美国才去制定一个台湾管理法、嗯，是美国国内法。其实美国是好心，你保护、嗯，为着保护台湾的安全，有一个法律的依据。嗯。所以把台湾管理法列入一个美国国内法嘛。哦、嗯。啊，这个物件已经是经过有解解密啊啦。哎、欸。哦已经有公开解密啊！嗯，好、哦，啊，咱以后就无想慢慢啊，再来一条一条来讲嘛。咱后礼拜哦，咱来讲予伊较详细的，因为这敢若讲啊，无人讲正式讲足公开，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。你看，无论倒一个法案嘛，是爱经过社会各界安尼讲讲讲讲讲讲讲，到尾啊，人民才会知影。才有法度听入去安尼啦，咱最主要就是讲，你这那即马来讲嘛是伫媒体上嘛算新诶。以前啊推十二十几档，就是拢伫迄落学术界啊吼，吼啊，迄落一寡演讲场啊吼。有上即款国际主流诶媒体啦，有报道过啦。嘿，爱报道是讲报道者，我知影有迄落诶美国新闻哦。有迄你甲艾琳达老师诶，嘿哦，啊，毋过咧报者咧都。迄拢一个，迄拢是一个临时性吼，啊，一个短暂性的迄款出现安尼样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无经过密集，啊，是真详细、深入的讨论，各界的讨论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咱这条路要行，起码要初初踏出一步吼，公开安尼来讲嘛。啊，但是吼，我补充就是讲，自1995、96年台海危机，中国是无用一大压。将台湾的标题是讲将台湾变作美国第51州吼，迄个时阵实在是真轰动啦，吼啊！但是迄阵啊，中国是，但是迄阵啊，中国时报的总编辑普大中，咱个爱甲提起个，伊的讲法是讲要稳定民心啦，因为中共要拍要治嘛，吼，啊，你中国要民选总统嘛，吼。啊！美国派两台航空母舰来，甲咱镇守伫台湾海峡，咧保护台湾的安全嘛吼。啊，阵啊，人心计真惊遐嘛。对对。啊，所以伊就为着要稳定民心，诶，只讲嘛真难得的一个中国人啦，对啦对啦，哎，中国人嘛吼。啊，但是人伊为着台湾的稳定，勉为其难。嘿，伫中国是无一腰，一大腰，啊，刊出这篇文章，吼。啊！阵啊，刷落去美国个《纽约时报》啦，《华盛顿邮报》个，我主流美国主流报媒体啦，拢陆陆续续来台湾做采访嘛。啊，我就是因为迄个《纽约时报》甲我访问了后，我2005年中国通过反国家分裂法了，我就袂当去入美中国嘛。哦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讲你咧做个拢有咧推杀啦。吼，拢无停落来嘛。无停，我记了，我年份拢会搁较讲较清楚，就是讲我有参悟过嘛。哎，我有亲身参悟过，我才我都讲出你的年号嘛，吼，年份、月份，还是什么部，我拢记得掉嘛。吼，表示我也搁无老人痴呆啦。不，这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。啊，就是讲你有参悟过，啊，就有迄个记忆安尼。啊，再阮看报纸的人，就影一个都过去啊嘛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足侪代志拢是爱经过一再讨论吼，啊，一再落去讲落去讲安尼。咱咪当从旧的报纸拢改掀起来，啊，即马就诶 ，Google 遐你拢会当伫 Google 遐搜寻安尼啦。咱嘛希望讲你伫。录音遐个，伊个迄落 Facebook 啊，也是伫个 YouTube 下骹吼，伊拢会当留话，啊，咱来共同来讨论一件代志。啊，咱后礼拜嘛是同款来讲一件代志啦。吼，因为我就感觉讲，即马是上好个时机。啊，咱会当拄着川普即种个狂人总统哦，伊嘛不算狂人。无啦，伊毋是狂人啦。伊咱做预习话来讲，伊遐不喜欢个人。我是感觉伊有智慧啦。对啊，伊有迄落，伊敢若讲伊是基督徒的迄落，你看迄落以色列的代志，伊就家解决，吼，对无？已经下几千年就家解决。我阁刷去耶路撒冷，对啊，回归伊的耶路撒冷，这件代志就全地球的迄个基督徒都爱家伊下家伊按赞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伊即马你看真无容易，即马咱台湾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政府也对咱安尼压力压到已经无迄落啊，吼，啊，搁看到去香港还搁安尼落的时阵，你若唔趁这个时阵哦，咱来较紧来讲这个啊五十一周的代志哦，后边都无迄这落机会啊。你若讲后届唔，若准讲万一不行，唔是川普搁当选总统，你要做嘛做袂离啊安尼。哦，所以讲咱就爱较早行，较袂塞车。好啊，好啊，咱今仔日就到这哈，感谢各位，祝大家合家平安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。